其句放一字句，莲池海会。
现在说法舍利弗，彼诸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故名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其中难舍，其中罗网，其中寒暑，皆是四大洲在围绕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是地尊以金沙菩提，四边皆大金瓶琉璃，波璃和尘上有楼阁。
世界有始之末。